拢真个时代，伊是迄个罗马皇帝吼，伊武林军个队长吼 ，prefect。伊呢最近呢，伊个部队内边有一部分吼，就分去啊去啊去诶兼顾去啊去管迄个一个位该沙利亚所转过来的一个环境。伊逐工呢，伊即间今仔日呢，亲像逐工共款呢，伊伫即个买暗暝的时阵呢，拢是吼，大家所在的队长，官宦人的所在呢，拢会来到伊的 headquarter 甲伊开会，甲伊报告每一个所在的情形。即日呢，甲平常时共款呢，无虾米代志。把代志交办好势，把案办交予副队长，伊就转去处理了。转去到处理，伫门口，两个兄弟已经伫门口咧等伊啊。一个四岁，一个六岁，查甫囡仔，两个人摕即个木剑吼，逐工囡仔拢会伫门口来等爸爸来下班转来。爸爸一落来，两个查甫囡仔一个，爸爸一个，就开始用剑来烧台。囡仔呢，永远吼会用不完的精力吼，即逐工这种练习吼，一定爱到爸爸吼认输吼，去互因囝毒死吼，才有法度结束吼，后尾永远拢袂煞的吼。即工呢，爸爸甲因耍了，感觉爸爸忝啊，就今仔叫伊变台下的结束安尼。三个囡仔，两个囡仔甲爸爸咧就带入去要食暗顿，两个囡仔也真欢喜咧，甲伊讲，讲爸爸阮今仔日咧舒服吼。师傅甲阮教新的剑术咯，爸爸心内一件代志伫个心内吼，伊呢无真正听到恁囝伫咧讲啥吼，敢若一直想，伊心内最近家后内底所发生的所发生的代志。伫暗顿的时阵呢，你太太甲伊讲话吼，伊嘛是同款心不在焉吼。一搭没一搭呢，来应付娘娘吼，伊心内那像一个真深的代志，伫个心内面。食饭了后，两个囡仔，两个查甫囡仔，甲保姆入去啊，要开始要准备休困啊。这时阵，伊个太太呢，就甲伊问讲 ：“Angelus， 发生什么代志？你即几工，逐工拢心不在焉哦。”Angelus 是想几波吼，点点。才把马拉讲出来，是这个位该沙利亚转过来这个环境。伊本来嘛不是什么罪犯啊，事实上吼，这个人吼，伊做有真济的困难哈。伊本国的人有真济人想要杀伊哈。我甲伊呢，甲我的兵啊吼，连做伙哈，一天四个，一个人六点钟。工四班，伊甲每一个兵啊，甲伊连做伙兵啊，讲这个啊，或者耶稣的故事。这个耶稣已经和比拉多已经出关了，按古呢保罗呢，这个犯人呢，坚持讲这个耶稣伊国王，对死的国王。在外边啊，大家人拢甲我讲这个保罗的故事。甲我讲，就讲伊的威力，伊的谦和，伊的忍耐，伊的疼，伊的智慧，甲伊的信念吼。但是，所有兵啊拢同意讲，真正特别的，毋是伊的口才，嘛毋是伊的能力是安怎，甚至威力吼，是虾米呢？是一个真大的困难的内面，这个犯人知影讲，伊随时罗马皇帝随时会甲伊斩头。一个真大的困难的内面，伊表现着一个无同款的一个心情吼。伊无在意哦，伊无爱紧的，伊有这种表现吼。伊心内感觉讲，那耶稣这个人，那会当信息会当传出去，安尼就好势啊。我想应该是这个，和伊的信息和伊的故事呢，这么有说服力。伊是遐尼啊，甲别个凡人无共款，所以呢，我的兵啊呢，就开始呢，一传十，十传百，传到规个武林军呢，所有的军营的人，
大家拢已经知影耶稣基督的故事，连皇帝厝内的人都有人接受这个信仰。我头讲的故事，就是今仔日咱要读的经文的故事哈。Longinus 是 made up story， 但过呢发生的代志是圣经所记载的。我唔忙会当甲大家，你来读圣经的时呢，啊，你啊，家己呢，刷去两千年前迄发生的时阵，你会当找，你会当感受迄个 impact。保罗先生为用第一章，恁有圣经拍开吼，第一章第二十六再甲第二十二甲二十六来讲到伊即卖的情形是安怎。按古呢，虽然是一个宣教书的报告吼，对教会的报告，因古伊无讲到一件伊家己私人的代志。伊所有要讲的，干那关心一项物件，就是主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会当传出去。菲律宾的教会，这个教会真特别，伊甲保罗有真好的关系。按古已经四年也未毋捌看到保罗啊。这四年保罗伫倒位，乖。两年关在菲律宾，两年关在盖萨利亚 Caesarea， 两年关在罗马皇帝的监狱的内面。教会关心保罗，因要求因的领袖啊，巴伯提哈，把教会所奉献的钱摕去罗马，并且留底下来给伊照顾。因想要知影讲保罗即摆安怎，有好势无？福音传了，安那好势无？所以保罗呢写这部这种批信，这个批信《腓立比书》，叫以巴弗提改的批提等于给腓立比的信。这种批信呢，参照讲一个宣教士对教会的报告同款。而这个批信呢，咧保罗讲什么呢？好，咱慢慢来看哈。咱顶家讲着讲哦，保罗伫该撒利亚已经关两年啊，伫啊，即卖罗马各方关两年。有当时啊，你可能会问讲，上帝感觉你敢讲无要管这件代志呢？你的仆人受你的呼召出来，你给伊真侪文书，你给伊真侪能力，你给伊真侪知识，你嘛给伊言语，啊，你叫伊出来，敢讲你要可能叫伊干呐出来，干呐要让关吗？伊会当给你来使用，伊会当震撼规个罗马的帝国。但是你所给他关系，我们活命的时刻总有这个时刻，我们感觉说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那有当时这样质问上帝，说上帝啊，敢说你没要管这件事情不去了吗？但是呢，保罗的他的批信里面，他说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关伫个家家个内底，说予福音呢，会当传了搁较紧、搁较快。这件代志，予伊真喜乐，予伊真欢喜。伊无管讲到伊私人个代志，伊个困难，其实伊逐工二十四小时是甲一个兵仔连做伙。伊要去便所个时，兵仔爱甲伊去；伊要食饭个时，兵仔爱甲伊去；伊要去甲倒位兵仔拢爱甲伊去。毋过伊，那像这代志，那像甲伊那无关系。伊干那关心一件代志，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传出去无？咱看着讲，伊伫个家家内面呢，福音呢，等到传得搁较快、搁较深，上帝的仆人会当去用链条嘞，去用铁链链条嘞，毋过上帝都袂去用铁链链条嘞。咱看着《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吼，第二十八章伊甲咱知影讲，伊是去用 house rest 软禁吼。因为伊呢，也无啥物明显的罪状，伊是要上告该杀，所以迄阵保罗先生写这张批信，伊是伫咧伊所属的厝内面，伊会当有人客来催伊。暗过呢，伊逐工爱甲有人群呢，连做伙一班一个人六点钟，一工只四小时。有人群是啥物款的兵？是啥物款的部队？这是保护罗马皇帝的 personal guard。一旦保护罗马皇帝，你想罗马已经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你想保护皇帝的士兵是什么样的 quality？ 这是汉朝上好的、上聪明的，也是上忠心的。
因退伍了后吼，会当享受罗马最高的名级、最高的 citizenship。因退伍了后吼，政府还一大笔钱，是这种兵啊，甲保罗连做伙，按古保罗连这种的嘛，甲伊传福音。所以呢，咱看了两种福音会当兴旺的方法，的方法。保罗先生所报告，一个伫加加内底，一个伫加加外口。伊讲呢，讲有恁全军啊，全部啊。拢听过福音，啊，佫唔那安尼尔呢？还有其余的人，你看上面是其余的人。保罗先生的代志伫罗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头条新闻。整个玉林全区差不多偌济人呢？啊，根据历史呢，差不多12000人左右，最精锐的部队12000人，不可方便。一共玉林全军嘛，应该是差不多大家拢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嘛。够难呢，还够其余的人，还是下面 Roman citizens， 这个罗马城市的遐遐人。福音的传递不是无困难，真侪困难，但不过呢，福音的本身呢、啊、不会被捆绑。大家捌听过本人约翰这个人无？啊，17世纪英国的一个布道家 preacher。书哈、哦，迄、那个英国国教呢，无爱予伊呢，予伊自由来推行来讲道，所以呢，应该本人约翰呢关伫家家个内面，应该关伫倒位呢？应该关伫临街挖迄个街仔路迄个牢房个内面，所以呢，本人约翰呢对着外口，伊无看到外口个人，啊，伊对着外口真大声来讲道，继续讲。街仔路的人呢，就伫遐外口伫遐听伊讲道。家家来，我安尼袂使。诶，安尼伊继续讲道袂使，甲因个关伫迄个内底，较内底个牢房。所以呢，伊就开始呢写册，写一本册，叫做《天路历程》。我国中个时，领细个时呢，教会送我一本册，一本《天路历程》。哇，伊讲着讲基督徒一个一生个路呢，一个熟练个路程是安怎？写得淋漓尽致安尼，讲着讲咱所遇到的困难，咱所遇到的 temptation， 有一个领受，所以伊写这本册呢，帮助千千万万的人。上帝的福音会当去予替人扔掉的，故上帝的福音袂去予替人扔掉的。不但上帝的福音呢，关伫个家内底袂当阻挡福音。上帝病人的病痛，上帝无人的病痛，也未当做做福音。大家捌听过蔡淑娟女士这个人无？伊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做官的查某囝吼，16岁认捌耶稣基督吼，伊甲一个美国一个宣教师吼 ，Mary Lehman 两个人 ，Mary Lehman 带四个去传福音，阿妈来到美国传福音啊，真有果效吼。伊嘛呢，真努力来做编写注音符号版的，有注音符号的迄个中文的圣经吼。1931年的冬天呢，伊伫上海呢，伊得了疟疾，迄时呢日军是侵华吼，无得得到适当的治疗，到尾啊呢目睭无得看，袂当看到光的物件，啊伊的中耳受损，互伊呢一世人呢爱伫暗室的内面，毋过未来50年伊伫苦难的内面。伊讲我将来唔捌问过上帝，讲神话，上帝啊神话，我甲他问一件代志，讲上帝啊，你我有这个苦难，你要叫我做啥物代志？伊伫暗室的内面呢，就开始接待人客，千千万万的人到暗室的里面去跟他讲话，被他 inspire， 内底有 Billy Graham， 内底有李秀全牧师，内底有足侪大家说，王永信牧师，拢受着。写这本册，暗示之后，也是千千万万人是直接的，会当真万主耶稣基督。当上帝仆人向关的时阵，上帝仆人破病的时阵，上帝就甲全世界带到伊的面前，让伊来传福音。问题是，上帝甲世界放伫咱的面前的时候，咱准备好势，甲上帝仆人随时。敢那想着传福音，不如讲罗马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呢，因为伊个故事呢，大家拢全呢真
放胆，大家好大胆来传福音。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迄时阵啊，罗马的皇帝是 Nero， 这个 Nero 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欺笑一个凶、心理不正常的一个皇帝。迄时阵呢，伊呢真讨厌基督徒。下面我讲更加细节，伊就开始要逼迫基督徒啊。两年了后，这件代志两年了后，他就大肆的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这时阵呢，基督徒已经得到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因就看呢 ，keep low profile， 大家呢，传福音呢都无较大声，大家传福音呢都较有顾忌啊，就是安尼。这个新的情况就是安尼，但是因为使徒保罗伊加加个内面，伊替人啊锁掉的时，伊继续传福音，所以呢，罗马规个罗马城的各基督徒开始放胆来传基督的福音，所以一个上帝仆人叫关伫加加内面。家内底、家外口，福音继续来传，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但是福音的传呢，嘛毋是无困难。有当时啊，咱做上帝的工吼，咱嘛是传主耶稣基督的，不过咱的动机无一定对。咱服侍上帝，咱真辛苦，咱做代志真甘心，啊，不过呢，咱动机唔对。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骄傲，我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我来做事情。原来那时在家教里面传福音的人呢，有两种动机。一部分的人是出于爱心、贴心，知道说使徒保罗呢，他在家教的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关系，所以他继续来传福音，来保罗你没法做的，我替你做。继续去传福音，予更加侪人会当认识上帝。按古一部分的人呢，圣经讲呢，出于激动，并无信心，出于激动，因为家己的目标，基本上呢，因真积极来传福音呢，是要伫保罗的伤口上面撒盐。什么原因？保罗实际无予咱 detail， 按古咱可能知影讲，因为伊是因为嫉妒嘛。这些人可能呢，无赞成保罗也信啊，可能啊，讲文殿讲受罪爱讲辱骂的，伊可能嘛嫉妒保罗，才有智慧，才有文处。伊保罗的事工哪会这成功？伊伫伊不所的来诶，伊两年半呢哪会这成功？伊的名声，谁那保罗实际伊讲出来拢是真理呢？伊无欢喜，伊嫉妒。这人呢？嘛有可能讲攻击个保罗，哎，你无你去用关，可能你无能力啦。咱敢是讲圣神予咱能力，啊，你去用关，就表示讲你无能力。因这人呢，嘛有可能是恶意来犯罪者啊，保罗。兄弟姊妹，你也知影讲，这是一阵嘛是同款传耶稣基督的人哦，嘛是传福音的人。啊，不过呢，一再呢用无确实的代志来污蔑保罗哈，私人的攻击，这是予上帝保证应该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做领袖有这个代价。你一定有敌人呢。各位兄弟姊妹，恁的服侍，咱的服侍是上帝服侍教会。咱可能是师班，咱可能是团契，咱可能是主日部，可能是儿童事工。不管咱负责什么款的代志，那有人反对咱的心，第一件代志是来。咱家己来反思，讲咱的态度是对啊。第一件代志，唔是讲你想啊安尼对我，我遮认真负责来做代，你想啊安尼对我。咱第一，咱是检查咱家己的动机是完全正确。咱的服侍的内面有自我为中心无？有一定爱照我的意思无？有到一个地步？这个事工就变成我的。咱若是伫态度伫上帝面头前，若是正确的吼，咱会当学习使徒保罗。伊赶紧吼，使徒保罗伊的反应是安怎呢？伊讲我唔管啥物人咧传，即内底可能传的人有真济是要恶意要中伤我的，暗句呢，我干来在意耶稣基督福音有传出去，安尼我就欢喜。耶稣基督传出去，我就欢喜。这个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所做每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快活，完全为主来活。
这种的圣经的价值观，我伫咧生活里面嘛，看到足济人咧。我有一个老师吼，刘志远牧师吼，伊鼓励我去读神学。有一届我甲伊去迄个厦门吼，去厦门做宣教。啊，遐厦门的教会的人真好心，就带阮去佚佗，去高龙寺，去厦门街啊吼，啊去满世界去。我注意到这个老牧师吼，伊无啥兴趣咧。我看迄个当地的基督徒吼，趁机自家介绍哦，这历史是安怎？我看安尼懒懒啊，懒死懒死啊咧吼，啊就很不得已啊去西施。啊，到尾啊呢，这个接台湾的开始问伊圣经的问题，哦，伊正式就来啊，讲圣经的代志，伊目睭拍开啊，声较大声。他就一讲讲袂煞，伊真奇妙的一个价值观吼，西施，你是去讲到上帝话哦，来好好来讲。保罗先生讲，我不管啥物人传福音，即内底可能有恶意要中伤我，暗棍人只要啦福音啊传出去，我就欢喜。好 rejoice， 啥物是真正的 joy 呢？什么是真正的 joy？ 是喜乐，喜乐。圣经讲喜乐是圣神的规矩。什么是圣神的规矩？就是咱若有圣神伫咱的话面内面，伊不慢慢啊改变咱，慢慢啊改变咱，改变了咱的特质已经改变了，咱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咱所挖出来、真主人表现出来，导致圣灵的果子。所以咱若有。因为咱心内是甚么款的特质，咱就真自然的表现出来。但是呐，圣神伫咱的内面，咱若顺服伊，咱所挖出来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是装的，而是真自然的流露出来。它是圣神的轨迹，喜乐是其中的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咱讲，讲要常常喜乐。这不是讲到 frequency， 不是讲到多频繁的喜乐，而是讲 at all time。所以照圣经的教示，基督徒的喜乐应该是 all time， all the time。为什么我们可以 all the time 是喜乐？除了咱犯罪以外，咱犯罪是应该忧伤。除了咱犯罪，除了咱偏行己路，咱基督徒应该是随时喜乐的原因。所以你当看使徒保罗的例子，伊只讲跟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使徒保罗伊讲伊欢喜，他的伊的欢喜是因为财富，因为财富，因为自由，因为名声，因为伊的权力，因为人对伊的认可。伊那是跟如果是执据这个，一点喜乐都没有，因为啥拢无。但是伊是阿伫加拉的内面，伊讲我着真欢喜。环境的不如意，我应该提着咱的喜乐，把咱的喜乐提起。像你今麦，你有偌欢，你有到底有偌喜乐呢？你到底偌喜乐？不是伫你对你真欢喜的代志的反应来只牛的，来只看的。你到底偌喜乐？是你对无欢喜的代志、无如意的代志，你安怎反应？伫遐来看的，伫遐就会当看出讲你到底是偌喜乐的。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力量、属灵的信息，伫倒位会当看到的，就是啥物款的代志会当家己喜乐提掉，咱就会当看到一个人属灵的信息。倒一点会当让一个人的喜乐完全崩盘的，咱会当看到这个人属灵的力度。1975年 ，Sacramento 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 这个 court 呢？Judgment against 一个人呐，或者 John Abercrombie。John Abercrombie 呢，伊呢，向控告讲呢，伊偷窃，伊伫偷窃一个6/3 的 Danish bacon， 一个丹麦来的肉干，6/3，唔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按本来伊自头到尾呢。愿意承认，伊讲伊是 innocent。这个 John Abercrombie 是一个 noble man， 伊
因为伫基础大战的时阵，伊是一个 colonel 上校吼，伊得了真侪勋章。伊伫退伍的时阵呢，政府继续使用伊呢，予伊 top security clearance， 就是予伊个伊个handle 迄个机密的资料啊。按过呢有个几件代志，伊啥物拢无记啊。这个 lawsuit 上面的，按过呢主头，到尾坚持伊是 innocent。这个人是一个 man of integrity， 是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按过呢 falsely accused 啊。后来呢，这个案件呢有一个大的翻转，陪审团判决说他是无罪哈，判政府呢爱赔伊的家人呢十万块美金哈。啊，这是一个1975年的时阵，十万块美金未少的哈。按过呢，这个案件呢。决定要生活，伊伫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已经心脏病发，已经死去了。伊无法度 handle， 把因为这个案件，把人对他的 standard， 对伊的哦，对伊的污蔑，对伊的抹黑，一可惜，伊无法度看到后边的 vindication。像你即摆，你伫多一点会当失去你的喜乐，会当伫多一点来看到你熟练的力量，你有偌熟练，偌有信念。来充满你属灵的力度，有偌济？那安尼讲，咱来安怎才会当保持这个真正的喜乐呢？要随时保持喜乐。第一，咱有一个正确的眼界，我们要 rightful perspective。咱对代志要有一个整，要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因为原来呢，真济无顺遂的代志的后边，有上帝要予咱学的功课。真侪伫困难的时阵，上帝予咱学习的功课，咱学了上好势。这有可能是咱的生命内底有真侪物件，上帝爱提掉，骄傲、自我中心、物欲太高，各种的问题，上帝常常伫困难的内面，把咱爱物件一项一项提掉。有当时呢，是咱的活命内底真欠缺啥物好的物件，上帝伫咱的困难内面慢慢啊加添。智慧是咱犯罪，智慧是咱偏行之路。啊，伊无如个代志，咱所问的话，上帝啊，你何必学我学习相关功课？另外呢，伫无如个代志的背后，往往有上帝所对咱的祝福。上帝甲咱讲，咱若愿意听上帝甲咱讲，搁等者，搁祈祷，莫惊，继续搁。后摆你就会看，所以咱苦难的内面呢，甲上帝行了真哇的时阵呢，上帝变作更加真确实的上帝。咱来忍耐到底，就当看到讲上帝你的旨意是啥？啥物是喜乐？喜乐就是对上帝的确信，喜乐就是对咱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一种笃定，迄是真正喜乐的来源。所以你到甲上帝这个关系这种笃定呢，你看。无顺遂的代志，完全不同的观念来看。上帝啊，你要我有啥物代志？上帝，你要安怎照顾我？想着安尼，许就速度过来，也喜乐就源源不断的来。下边第18章到20章，保罗安尼讲，伊讲未来的结果呢，可能我会去用释放哈，释放嘛好啦，释放呢？我甲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都会当得到清白，释放的结果就是证明。不如我伊无犯什么罪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嘛是正确的呀。使徒保罗呢，迄时阵的下决心呢，也即将面临尼禄皇帝的审判哦，罗马皇帝尼禄的审判。伊所关心的呢，是耶稣基督会当得到这个审判的过程哦，会当彰显出来。因为伊伫关伫个家家内面，叫铁链啊、铁链啊链条咧，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伊个想法是接到受腓立比诶信徒的基督甲圣神的帮助，伊会去用 release， 伊会当得到清白。咱若有一个有关系到，虽然保罗伊个价值观是安尼，啊，毋过伊是关系到
真理的时阵，伊嘛是毋盲讲，伊会当得到 vindication， 会当得到谦卑，因为安怎呢？安尼会当 clear， 好，大家知影讲，耶稣基督福音是谦卑。有一届我哩查某囝咧赛车吼，咧赛车伊伫一个两条线的路，就是较社区的路咧赛吼，安尼伊咧往前赛，突然间为边吼，啊一台车就安尼为边弄乱吼。家己的车弄歹去，原来呢，就是有一台卡车哈，伫拽尾啊倒车啊，倒得很快哈，啊转呢撞到他的旁边，哦啊，迄个司机一出来吼，足歹的吼，真大声吼，啊，阮查某囝煞叫惊到，伊是哦，还跟他说道歉哈，对不起啊，啊，不过伊转伊安尼，阮查某囝想讲唔对啊，我在你遐下赛后也甲弄啊，我先来改道歉安尼吼。啊，这个司机呢，佫找到一个假证人哈、来证明，讲是阮查某囝唔对。啊，因就家己的保险公司讲吼、是对方的唔对，所以你免赔伊哈。家己的保险公司来讲，原来呢，伊是塞公司的卡车哈，伊、若出代志哈，对伊的 performance 有影响嘛。啊，因为伊的保险公司若赔，伊保险的。会面也增加哈，所以就做这个代。我查讲，我查看讲，这样子不对哈，不够 righteous。他要法庭，要法庭来帮助他找回他的清白，所以伊就准备所有资料翕相，把所有资料准备好势，去上法庭。结果法庭判对方败诉哈，要赔偿修理的那个钱。我法官的判决是他要75%，我女儿要25%，好像你那修容，大家拢稳，都稳定。不过法官是确定说是对方的错误。好，继续看咱18-20节。保罗不管是接到，伊讲不管是接到生也是死，生就是把人放出去，死就是死刑。耶稣基督会当伫个生前来得到阳光吼，什么意思呢？伊那好释，伊那好释放，然后放出来。伊就安怎？伊就当等于继续个传福音，继续个讲道，继续个听人，继续个帮人，够较侪人会当明白耶稣。所以伊那好释放呢，耶稣基督会当伫个身躯底个阳光。啊，伊那是去用判死刑呢，安尼嘛是会使。伊讲呢，我已经做了真实个见证，就是我有一个至死不渝个。信心，因为我的信心是真的，上帝是真的，所以我会当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心，那是我的见证。耶稣基督同款会当伫伊死刑的内底来得到阳光，这是使徒保罗伊的想法。这是一个完全无家己的人，伊所想的敢那是的。伊活的时阵，耶稣基督安怎会当伫伊身躯得到阳光？伊若是死了后呢，也当得到主耶稣基督。尼禄皇是什么款的皇帝？早期的圣经的教父拢讲尼禄皇是叫鬼父哈，一个反复无常的一个人哈。伫个任内呢，伊 order 哈，伊家己的妈妈 execution 哈，家己杀死家己的妈妈，杀死家己的囝，杀死伊的兄弟。尼禄皇呢，伊无爱，伊真无介意基督徒。是安怎呢？因为尼禄皇伊爱规罗马城的人呢，改拜伊做上帝。大家爱讲 ，Jesus is the Lord。基督徒讲，唔是 ，You are not the Lord。伊讲 ，Jesus is the Lord。这是基督徒来讲，所以真讨厌基督徒。AD 64哈，主后64年，规个罗马城呢，几乎教会毁灭。大会啊，毁掉了整个罗马，几乎整个罗马城。所有的历史家都相信是尼禄皇给你放火烧的。啥物呢？因为伊要去伊的皇宫无地啦，伊讲烧烧咧较紧啦，啊叫百姓搬厝啊，就给你抗议啊，无在赔偿啊，烧烧掉，给伊用放火烧掉。啊，不过即摆放火爱有一个人负责啊，啥物人放的？基督徒，基督徒吧。
所以呢，就开始一大肆的基督徒的迫害，伊甲基督徒囥伫个竞技场内边，甲狮啊，互狮啊咬死，伊甲基督徒绑伫迄个柱子上面，甲因淋迄个油，然后用火甲点起来，来用安尼来照明他的，用这样来照明他的花园。尼禄王是这样子的一个皇帝。阿姆古苏多波罗宫诶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生死。苏多波罗并无违反罗马的律法，所以呢，后来呢，结果呢，伊好释放。阿姆古过两年了后。靠尼禄拿的钱，这届呢，都无搁再释放，一向砍头哈、哦。这个尼禄王在做皇帝时，速度必定还是死伫个啊，这个时阵。速度波罗安尼讲，伊不在意生死，伊活的时呢，就唔忙讲耶稣基督福音会当传；伊死呢，伊只能在乎会当救主耶稣基督。速度波罗的心性命呢，已经甲所有拢放。Strip of everything， 到这个地步，跟他村老的是耶稣基督，伊话名所有拢放弃啊，跟他村老的是主耶稣基督。咱过来看回忆，一开始使徒保罗要替人啊扔掉嘞，不但无影响到福音的传递，啊，好福音会当传了更较开。更加快。像你即卖你的环境如何？你即卖环境是安怎的？使徒保罗叫替人啊扔掉嘞，扔伫家家内面。你有叫替人啊扔掉嘞？扔伫你的办公桌无？你是无替人啊扔掉嘞？扔伫你的生产线？你是无叫替人啊扔掉嘞？扔伫你的处理？你是叫替人啊扔掉嘞？扔伫一个？一个一个的会议的场所，不管你感觉你是安怎，你感觉你是非常的身不由己，按古呢，你那是准备了好些，亲像使徒波罗安尼，上帝会当游玩，会当把世界带到你的头前。问题是你是不是准备了好些，亲像使徒波罗安尼，什么款的人来，伊随时都传福音。像你即摆，你那目前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如果非常的艰难，这个可能是你最容易想会当传福音的时阵。安那讲，因为你的困难的环境的内面，你所挖出来这种活命的特质，这种不管安怎你拢喜乐的这种特质，甲你的困难呢，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和所有你身躯边的人会当看到。原来这个人伫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挖出来是这么啊水的活命。速度波来，随时会当感觉喜乐，这是上好传福音。人对你话命，感觉最终的好奇，你有机会，甲所有到你的面前的人来跟你传福音。所以困难的环境不要紧，上帝的仆人袂当震动的时阵，上帝有缘甲世界引出到伊的头前。问题是咱是准备好势无？兄弟姊妹。咱遮真侪长辈伫遮，你可能讲我即摆老啊，我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啊。我若亲像叫铁链啊扔掉咧共款，我嘛袂当死过去啊，我嘛无迄个活啦。阿姑呢？会记哩苏德波罗的故事，伊叫铁链啊扔掉咧，蔡淑娟的故事，伊叫破病病痛给扔掉咧。阿姑呢？有缘上帝好因，会当互千千万万的人来敬拜主耶稣。伊个话命，演完会当做真实个讲，咱做下来祈祷。天父，你予阮遮个故事，予阮感觉，予阮了解，虾米是正确个价值观。你接着你个仆人使徒保罗所画出来个，主啊，你予阮个转去，阮个心内，阮会当反复思想，阮会当验证阮个价值观是安怎，阮是毋是一个唯有基督这种价值观。是不是也当亲像伊安尼，只在乎福音是否被传递？因为阮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短短的，
有一天我要面对你，那是一个永永远远的事情。但是我永永远远的事情的时候，是跟你做伙，还是跟你永远结转，决定于我们现在怎么过。所以我们帮助你，你让我们已经有救赎了，也帮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福音，在我们的活命里面，这种很漂亮的生命的这个特质，让喜乐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圣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去可以反复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活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祈祷是让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